叶雨飞设伏，他娘的铁杆特务，张口闭口一个总裁，一个总裁的。哎哎，大家都忙着去吧，啊，你们忙着，都忙去吧。走走走走走。聂雨飞啊，做了侍从，自然效忠于老蒋，这种人没什么指望的。来，喝水。算我瞎了眼，还以为他是一条为民着想的汉子。哎呀，大哥。 不必为这种人生气啊！我们呀，在想其他的法子弄情报。能有什么办法？你想啊，侍从已经来到成都，肯定是个老蒋打前站的，老蒋肯定会来成都。我们在金唱城找新盛宇航钱老板商量商量。商量个屁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明天给咱们情报就算了，要是不给老子宰了他！ 桥西宅，在杜甫草堂街头。什么捐款捐粮用月报名参军？我看到的可是抓丁抢粮。两个人都拿着新星新闻报，一个冒失，一个幼稚。到底是谁和我接头？ 小影，哎，今天天儿不错，我出来走走。
没想到碰到我们家小喜儿了。真巧，不过我正好要走呢。哎呀，先生从老家来。磐石，我哥？不可能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小英，我送你去。啊不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我走了。跟你一起走。你别跟着我呀。就按计划行事，啊啊！现在啊，老李，有客人来了。哦，那这样吧，好，你们先走。好，坐到老李。磐石，我怀疑磐石同志被捕了。坐下，慢慢说。啊，今天我到接头地点，准备和磐石同志接头。没想到来的居然是我哥。你哥？我哥是蒋介石的贴身侍从，他所在的特别警卫组都是在保密局精挑细选的特务。本来我在茶楼遇到过他，我当时就以为是个意外，没想到今天接头的居然是他。老李，他说出了暗号。哎，客官，哎，老客官，哎，先生，哎，您不能进去，哎，先生，哎，您不能进去啊，先生，哎，先生。别动，他真是你哥。先生从老家来。他是头。接话一遍。从老家捎二斤花茶。先生弄错了吧？我要的是黄芽。巴蜀产黄芽，干嘛还要从老家捎呢？巴蜀就是我老家。谁负责？我要见老李。你找他干什么？听说他要卖一套传中书局光绪五年的曾文公家书课本。先生有意要，我想看看品相。不用看了，少了封面，其他都好。大洋二十七块，卖吧。老李同志，磐石向你报道。欢迎你，磐石同志。不过我向你道歉呢。真的是磐石？如果我是特务，这会儿你们已经被拘捕了。哥，小雨，我要严重的警告你，即使对我产生怀疑，也不能直接到联络点。尤其是我一路跟随，你竟然毫无察觉，这样疏忽大意，会给组织带来致命的危险。哥，老李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好，这个是昨天的行动分析报告。是的，刚刚接到警备司令部的电话，抓到了一批可疑分子，但是没有那个枪手，估计已经出城潜逃了。卑职失职，请马先生处置。事出意外，没想到共党分子会在闹市开枪，你不要自责。但此案牵扯到总裁的安危，我们微小的疏忽就有可能让共党的阴谋得逞。卑职知道，总裁的安危大于天。嗯，马先生，还有什么事？我见到叶雨飞了。那就是说，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并肩作战了。哎，葛先生，这个老公也不错啊。来来来，走，哎，
来，干了干了，李老师啊，花姑娘，哎，过来，花姑娘，抱一下啊，抱一下。桂婷，现在写成的时候到。你是说，敌人提前得到消息，预先埋伏？我们发的密语广播，只是唤醒潜伏的同志，没有其他的信息。即使是破译了，敌人也不会知道你在哪里。不管我们的内部有没有问题，今后的斗争都会更加复杂。哦，对了，叶子鸿将军在国民党军政和四川有很高的威望，他所掌握的民众治安总队是我们急需的一支治安力量，解放以后会发挥极大作用。所以组织决定要你协助组织劝说叶将军为解放事业做些工作。我责无旁贷。另外我军从不同渠道获得了多份西南会战计划，真假难辨，你要想办法得到真正的西南会战计划。我已经拿到了。这是我们预定的策反人员名单，根据计划要点一并派发给西南军。请军政首长给熟识的策反对象写信，协助我们进行策反。我回去整理调整一下，尽快派发。谁啊？我，开门。电报稿拟好了吗？来，晚上不安全，我陪你去。哎，不用陪了，电台在我房间呢。开什么玩笑，这简直胡闹，电台怎么能放在家里，万一被特务锁定。叶宇飞同志，你能不能先了解情况，再对别人进行批评？我说错了吗？如果电台被锁定，个人牺牲是小事，我们载荣地下党组织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和西南军取得联系。你等等，我才是报务员，我比你更加清楚电台的重要性。只要我连续发报不超过15分钟，荣站的无线电监测系统根本就无法锁定我的电台。你怎么知道需要15分钟才能被锁定？经验，同志用生命换来的经验。那也不能因此轻敌。电台必须尽快转移，这是命令，你听到没有？站长，他们在呼叫共党西南军。新的密码，他们发报速度很快，节奏分明。这发报的手法，我们好像以前听过。
是三哥，那昨晚炸死的不是三哥，肯定是三哥的手法。站长，这部电台信号很强，这电台应该就在市区内。命令所有无线电测向车出发。顺风耳一号发现讯号，方向北偏西。紧张了，我觉得已经很快了。顺风耳一号失去信号，顺风耳四号失去信号，顺风耳二号失去信号，顺风耳三号失去信号，共党电台停止发报。标记出圈内的共党嫌疑、异己分子，还有重要人物。是。继续接听。是是是。哎，哥，我们上次在接头的时候有特务出现，你说会不会是我们内部有问题？你觉得我能帮上忙吗？这不是你的任务。我也是组织的一份子。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，这是命令。要尽快转移电台，放在家里太危险了。知道了。这么重，你能扔多远？这个呢，不是用来扔的，密码本都在这儿，我要随时保证密码本的安全。哎，代号三哥的电台今晚发报呼叫共党西南局，卑职认为磐石与三哥已经接上了头。为什么没有测出共党电台的位置？我站现有无线电测向仪，要准确地测出电台的位置，需要15分钟时间。共党发报快，所以给我接保密局电讯处。我是马成峰，我问你，最新的无线电测向设备测出电台需要多长时间？好，给我调4套。对，是4套，调来荣站。没有，从别的单位调。你知道最新的无线电测向设备测出一个电台需要多少时间吗？估计是10分钟左右。5分钟。这简直就是共党的克星。对，你后面主要的工作就是抓电台，抓住了磐石，就彻底摧毁了共产党在荣城的地下组织。明白。先生你好。服务员，来杯咖啡。我没有找到共党暗杀总裁的计划，但北门兴盛米行的钱掌柜最近在高价收购有关总裁的消息。
刘副站长，什么任务？兴盛闵行的前掌柜有重大嫌疑，站长命令我马上去抓捕。注意安全。，走。哎，星星好，可怜，行了，走，开，滚。星星。情况怎么样？只有伙计和掌柜两个人，刘侯已经派人蹲守，再没发现有人进出。你怎么知道只有两个人？我派人化妆去买米。你瞎了？那上面写着今日无米，你怎么派人去买米？救命！救命！怎么回事？米行方向。快走！站住！伙计池将军被我们击毙了。兄弟们有无伤亡？没有。你干什么？再来他！能不杀？老大，不杀他，咱们这机会就得完蛋了。走！是。小心！天大，快追！追！通知警备司令部，全城戒严，封锁所有出城通道。是。把他带走。哎呀，走！客气个啥？改天你请我。二两素面。哎，好。小二，二两素面。走吧。哎，好嘞。结账。哎，来了。走，快走。帮我查查他。他原本是江湖人物，从来没什么政治诉求，现在去伏击侍从车队，矛头似乎指向老蒋。我感觉他在为某个组织工作。查一下，有结果马上通知你。黄宝生，去北门，快！好嘞，走。闪开！怎么了？戒严了。闪开！闪开！靠边！可能是要戒严了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快走，我扶前。好，啊，回见啊。上峰的命令，追捕共党嫌犯。哦，辛苦了，注意安全。谢谢长官。长官，走。我送你们出城。哎，虎有虎路，猫有猫道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大哥，我们走。许东，这谁啊？这么不懂规矩。我结拜兄弟，丁大海排行老二。看来老二的话对你很有分量。话说得对，自然有道理。上车吧，你我路虽不同，但我们还是兄弟。证件。长官好。总座戒严了，还去会馆吗？去。那些人在等我，他们要我分析局势。Thank you.
走。从这里潜水过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潜水？你们三番五次在城里打枪，当保密局是吃干饭的。容易出城的地方肯定有埋伏，信不信由你。管教好你的部下，有时间进城我们喝两杯叙叙旧。行，谢谢大哥。住手。眼皮子底下都能让人把口给灭了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这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我们也没有想到共产党。闭嘴！这样解释有用吗？出去。是。这样一来，钱掌柜这条线可就全断了。喂，你好，东区111。喂，你好，77812。好的。喂，你好，西区313。喂，你好，东区812。喂，您好，请稍等。喂，你好，西区815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忙什么呢？专区有没线路，有穿线，我已经弄好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小颖，我请你吃饭。哎呀，今天好多事儿，不吃了，改天吧。小颖，你工作的样子真迷人。在工作呢。那就明天。好。你请地工部的同志去查一下这个人。另外，派人去同志会会馆，叶将军再给国民党高官分析局势，听听叶将军说什么。好，那我派二愣过去。现在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，特务在查证抓人，让二愣带好证件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三哥来了，说有重要情况。有事吗？有件事情排石同志不支持，我想请示你。啊，什么事啊？最近特务的5号空门电话活动非常频繁。等等，什么是空门电话？空门电话就是没有登记地址、用户姓名，也不知道安装在哪里，专供一些不明身份的特务使用的秘密电话。哦，你做了什么？最近5号空门电话使用的非常频繁，而我们组织的几次活动又被特务抢占了先机，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组织内部有问题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在电话交换机柜上安装了机关，
我们只要查到特务所在的位置，就能找出叛徒。胡闹！现在还没弄清楚我们内部到底有没有叛徒，即使有叛徒，寻找叛徒也不是你的任务。可是如果我们内部真的有叛徒，大家会很危险的。面对叛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叶安同志，但你身上有更重要的任务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设置的机关要是被人发现，不仅你要被捕，还会牵连到磐石同志。我们那些同事都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他们什么专业技术都没有，连个线路图都看不懂，怎么可能找到我的机关？难道就没有一个精通电话技术的特务吗？找机会拆除，这是命令。是。等等，把密码本交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危害到组织和磐石同志的安全。老李同志，别再说了，这是命令。军必会倾尽全力进攻西南，不会给总裁整军备战的机会。最近在川东、川西、川北都发现了共军大兵团活动的踪迹，不知道哪个方向先遭殃啊。巴蜀地形险峻，易守难攻，不利于大兵团的活动，尤其在川东，山陡谷深，大兵团若展开，部队就会被地形割裂，使前后左右无法相互依托，易被分割围歼。会长认为共军会从川北攻川？如共军攻川，必会依托陕西翻越秦岭，从川北发起攻击，只要拿下剑门关，川北将无险可守，共军将轻取绵阳，直下成都，最后攻占重庆。嗯，有道理，会长雄才大略，出言果然不同凡响，我会向总裁如实禀报。先生，需要帮助吗？那什么，我找厕所，厕所在哪？有人偷听。谁？站住！你偷听军事机密？没有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过来采编新闻的。这里是私人会所，你就是记者也不能随便进来。哎，我为什么不能进来？我有记者证，我凭什么不能进来？喂，算了吧，咱们也只是探讨，他就是听了去，也没什么。给我叶某一个薄面，赶快走吧。看在叶将军的面子上，饶了你，快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已经请示擅自行动，在电话交换机柜中安装机关，追查叛徒。哎呀，这个叶牙影真是不适合地下工作，干脆把他换掉。不过我看他革命积极性很高，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啊？我另找时间跟他谈。啊，你马上与游击队联系，让他们挑一个有地下工作经验、报务技术优秀的报务员。另外，给报务员在城内安排一个合法身份，让报务员顶替叶牙影。是，可最近敌人查得严，干脆我亲自跑一趟。快去快回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是。老贾，看什么？麻烦我问一下，去长安村走哪边？不知道。哎，往右，一直往前就是。哦，谢谢啊。大哥，这人不对劲呢。叶将军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，今晚发报，请求我军尽快在川北实施佯攻。今晚是不是有点急迫？不仅是为了配合叶将军，川北方向的同志送来情报，敌人秘密集结，意图不明，我军有必要佯攻一下，把敌人的主力拖在川北。好吧。好，我经过慎重的考虑，准备为你替换助手。今晚你带叶牙影外出发报，转移电台，
轻点，轻点啊！好，放这儿吧。啊，站长，测向仪是以武器装备的名义空运到成都，我监督卸货装车。这个封条和铅封都检查过了。检查过了，一切完好无损，而且路上也没出现什么异常。马上进行调试，天黑之后派出去。是。哎，小颖，你回来了。干嘛呀？准备好，今晚发报。是不是我最后一次发报？马上再说。你没有资格剥夺我的战斗权利。好了，控制好你的情绪。去请站长，快快去！是。二号报告，东北偏北。什么情况？电台出现，大致范围锁定在原来那个位置。还需要多长时间锁定具体位置？一分钟，最多一分钟。谁啊？我。你等会儿。开门。你等会儿。报告站长，测向车失去信号，共党停止发报。站长，我这也没信号了。站长，我这也没了，信号断了，我这也没了。半分钟，只要再发半分钟。我就能锁定具体位置，太可惜了。继续监控其他频道。是是。你看，范围在缩小。站长，到办公室说。我们追踪到叶府，人就不见了。我带着兄弟们闯进去，结果一无所获。为什么之前不报告？差点连命都没了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电台就在叶家？我只是怀疑。但是我们两次确定目标的范围，叶府都在其中。特别是这次，我们缩小了目标的范围，叶府还在其中。接着讲。我们追踪的要犯是三哥。两次发报的人，一定也是三哥。